机，他觉得大一的舅舅录音机，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，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飞得比别人高，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把你教坏，还是听妈妈的话吧，晚点再恋爱吧。我知道你未来的路，但妈比我更清楚。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，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，我会用功读书，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？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，妈妈只给你的毛衣，你要好好的收着，因为母亲节到时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。对了，我会遇到周润发，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生，未来是你爸爸。我怎么到童年写的清楚，你千万不要承认，因为过两年你会在这台上见到，你会带自己观赏流行歌，因为张学友开始准备唱吻别。